嘿，让你看一下我新机体。我把我的车改造一下，稳定多了。爬不上去是轮胎的问题。你现在用几级轮胎？好像T4吧。我机器人实力又掉车尾。 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等下看就知道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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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是好像飞不太顺哎。哎呀，这是做好看的嘛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麻烦 OP 帮我放下。得得得得得得。而且我拼的很辛苦，这不是这不只是企业号，我是企业号D，也是避开那一台。 来喽来喽！哦，炮好烂啊！应该装个榴弹炮之类的。干我死了！哦，把我气也好修好。 这一局大家机器人都那么认真嘛，好像只有我长得最怪。<笑>可爱啊！<笑>哦，没有光雷耶，谁给个光雷之类？像我这种，我只有 face 而已。<笑>对啊，你应该要装榴弹炮。对，应该装榴弹炮，光雷。 掉人家！哇！屁股不见了，气喘，气喘！干，你又打这种龟缩作战，无弹匪嘞！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不是吗？我已经死了。哦，你已经死了。这个太逊了，好不好？妈的，打还打不到，而且他把炮装在那边会。 炮会挡住啊！它有六个推进器耶，好。下面好大、喔，看，好恐怖啊、喔！干切号好没用啊！它应该是被打到了吧，不然它这样子根本不可能动啊。对，它的翅膀应该掉之类的。这还哦，它被轰了，要轰中它都不容易。看一下地面上的状况。 从上面打下来还蛮简单的，蛮好瞄的。啊，它要到头栽，我买到那个空气方块。哦，那个是好难用哦。怎样？应该要加装很多东西吧？因为它就是会直接稳稳的往上飘，而且后来才发现，我不知道怎么让它稳定住，因为它会一直在那边飘，它不是停在那边。装两个螺旋桨吗？ 它还是会飘，是哦，它是它就是它是会飘，它不是定在空中，所以说你用狙击枪会弹走。就是其实它狙枪有那个，你转的时候惯性就是，不是惯性，就是你在动的时候，它的准心会放大。啊，对啊。然后你飘在空中的时候，它一直是放大的。哦。所以说我不知道。